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面相图解。标准的火厄制位于内眼角下方如图的位置，在古代一般表示容易遭遇火灾，出门在外的时候最好要小心谨慎，尤其尽量不要接触属火的东西。现代也代表车祸、打架斗殴等意外事故，需注意出行安全。另外，长了火厄制的人一般都容易患有慢性病，被病痛缠身很多年，整体也运气并不好。平日多做一些善事，积累一些福报，改善自身的运势，当意外发生时减轻意外对你的伤害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